你听，我们家好像有人敲门，你快去看看谁来了。你怎么没有听到啊？我刚刚都听见了，你听，是不是啊？快去看看是谁来了，快去，快看一看是谁来了。谁呀？这一惊一乍的，害怕！我的天哪，大晚上的能有谁呀？你起来，起来，我去看看，我看一看谁呀？这是，哎，没人啊！哦，在外边呢，我看看，哇、哦，好黑呀、啊，好害怕！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呦，吓死我了！这谁呀？这是？哎呦，我天哪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吓死我了！这不是姐姐吗？我的天呀！我的姐姐跟你闹着玩呢，吓我一跳！我劝你，这吓得胆小如鼠。是不是拿快递去了？我说呢，我们拆开快递吧，看看里面是什么呀？哇，打开看看，看看，哎，有两个。哇，我看看，打开看看，看看是什么呀？一个粉色，一个紫色，一个粉色。打开看看，看是什么呀？像书包。啊，又是书包，我看看，哇，什么样的书包啊？打开看，裙子。哇，我看，哇，书包呀，我还以为真的是裙子呢。哇，原来是两个书包呀，好漂亮啊！把它拿出来看一看。拿出来，拿出来，都拿出来！哇，好漂亮的书包呀，还是圣诞鹿的呢。这一个是个紫色，哇，这一个是个粉色的。你们背上试试，我看看，太漂亮了！这书包好漂亮啊！过完年以后开学了，我们就要换一个新的书包，心情也是好，是不是？来，姐姐背上来转个圈圈，我看看。哇，好漂亮呀！别动，我看一下。哇，太漂亮了，是不是？妹妹这个还没拉上呢，你看里边有好几层的，一层两层，后面还有一层，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卡扣呢，还不容易脱落，是不是？哇，喜欢不喜欢？喜欢。哇，和姐姐是一样的，是不是？太好看了。行，给天开学就背着她上学，好不好？